抬不动就是百遍，长安市上将家民，摔死国舅段文从，唐王一怒鞭百番。先父之归昌，归顺唐氏，陶泽有功，因此国信。唐王建功，坐饮大鼻龙，又饮小鼻虎，身就龙虎之姿，人故为民临一子殿下，此民压耳啊。只因那年孤王得神还朝，唐王建熙在乌峰楼前恩赐御宴，文武百官庆贺千秋，内有国舅段文从，小姑作息不振，礼貌不周，懦恼孤家，可惜抓过我家文帅。帅在旦夕，那次口吐鲜血而亡了。唐王大怒，将鼓推出午门斩首，多亏恩官陈金思连报书奔，唐王赦了死罪，将鼓学子贬回国都，来到沙陀众家藩王丁魁管家，拦住孤的码头去要与孤比试，那是孤哪有什么闲情逸致与他们玩耍，是孤稳坐雕鞍心神一计，将孤的九九八十一斤顶堂报道我就活。上书路众家藩王一个个白服马前尊古为首，一路之上受了儿为皇娘，已是一家太保，来到沙陀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朝朝一年夜夜顺过，毫不洒落人也真是啊。红尘一点不到去，you
加瓦林。首领，打来多少飞禽走兽？并未打得飞禽走兽，打听得一桩新闻来了。什么新闻？今有皇朝造反，向唐王驾兵，西岐没粮去了。难道皇朝欺我唐氏无人，太保听令，而为皇粮挂帅，众家太保以为前战先行带领沙陀国450,000反汉兵将前去新唐灭朝。得令，令拿去。下面听着，父王有令，二位皇娘挂帅，众家太保以为前战先行，带领沙陀国450,000反汉兵将前去新唐灭朝。好。
翠。万长安一别，千翠是发浩然了，唱不了啊，彼此臣管亲，不敢千岁亲，我晚上温柔亲。千岁亲上受学生大礼参拜，难你乃国王何名恩人，亲上受过一拜，也有一拜，拜报见过儿臣叔父。遵命，臣叔父亲上受侄儿大礼参拜，执行常礼。请安管家到文臣原因当面施罪，岂敢山高路远，少来问候，千岁海涵。唐王向安，我知安泰。满朝文武可好？满朝文武举右手奔，问候千岁进堂。有劳他们宴席，看酒来待孤罢战。不敢拜下就是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下边喜气没了，臣叔父压驾珠宝，求父王发兵救我援。你家父王可曾发动兵马？那是孩儿今长秋气，父王不但不发兵，反将孩儿推迟问斩。多亏何人保奏？多亏臣叔父保奏。我儿进帐何事？求二位皇娘发兵救我援。好，我儿先行，为娘随后就到。遵命。哈哈，这下齐了。我说姐姐，承恩官乃是咱们大王的救命恩人，咱们瞧瞧去，贤妹请。宝，十台宝。
小怀有个十余，小太保他的武艺人好，双手能打火龙雕，打发黄巢一来到故意他相对相来。太保武艺好，你不发兵我心哪将，天地不明心恩将，当阴就是天逍遥，来来来皇什么？二位皇娘呀，无忌，对他们去讲，先有长安贵客在此，稍事退场，再来传见。是。啊，皇娘，父王言道，今有长安贵客在此，稍事退场之后。一姐，你且退下。是。我说姐姐，咱们给他留点面子，不容见，咱们就甭见了。西北亲，姐姐亲。
仇在心前。有皇什么？二位皇娘而如此要紧，方才言过稍时腿长再来传见，怎么又来落早啊？皇娘言道，此番见也要见，不见也要见，今儿啊您是见定了。哎，特意的啰嗦了。无方事。小得多言，呵，好大的口气啊。
之宝啊，那是陈恩官送与顾家的替他责任呐。哦，珠宝是送给你的，那凤冠霞帔呢？凤冠霞帔呀，也是送给你的。一起了苦了。嘿，这个老东西。这里大叫啊！呦呦呦呦，姐姐您听听，他说咱们在这打搅呢，不成，宝剑您抱着，我还得跟他说的说的。过来。说什么？过来。今儿个当着承恩官的面，你敢说？三神，满学是三神，三十神，三百神，又有何妨？行，你给我说这一个不发病。一个。一个。一个不发病。哟，他胆子大了！哎呦，我说姐姐，这都是您把他给惯坏了。回来。你再给我说这第二个不发病。两个。两个。两个不发病呢？嘿，他还真敢要菜呀。行行行，我再次迎接我才要过菜呀。不曾要过。回来回来。你再给我说这第三个不发病。三个，三个，三个，三个。千岁，少说两句吧。我们这是家务事，你不要在这里插足。你甭跟人家来劲，说三个不发兵。三个，三个。哟，怎么这么多闲事儿啊？三个。你回来，你呀，说清楚了，别含糊，说三个不发兵。三个。三个。说呀。嗯。你敢说吗？你敢说吗？你敢说吗？我就是不发兵。好你个老东西！哎呦！他不发病。
150,000番汉兵将前去献唐灭朝，命父王一位前战先去，明日叫武昌听点来早便罢。倘若来迟呢？哈哈，剃头来也进。太保，回来！哎，太保，回来，回来，我们商量商量啊。咱们爷俩啊，没什么可商量。哎，太保，回来，商量商量。明儿个，别迟到。哎，太保，回来。太保，啊，千岁，太保去晚了，你说身上衣裳一把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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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